这只鳄鱼想换换胃口，抓了一只王八。不过王八防御太高，龟壳太硬，鳄鱼这么高的咬合力拿它也没办法。这王八还不停用脚抠鳄鱼嗓子眼，一边抠还一边喷鳄鱼太垃圾，给鳄鱼逼急眼了，张嘴一口就想咬碎王八，一口没咬碎还差点崩了牙。王八趁机想逃跑，又被鳄鱼抓了回来，一鳄一龟就这么僵持着。鳄鱼打算耗死王八，比比看谁命更长。不只是鳄鱼，高智商的狐狸也拿乌龟没办法。这只狐狸试图从乌龟缩脚的位置突破，但乌龟躲着就是不露头，狐狸急眼了，对着乌龟撒了泡尿，还是得非洲平头哥出马。这只蜜獾把乌龟翻来翻去，找到乌龟缩头的地方，把爪子伸了进去，一把把乌龟的头扯了出来，像吃辣条一样啃起来了。除了平头哥，水獭也能轻松破防乌龟。这只乌龟被水獭逮住了，它奋力想爬到岸上，水獭一直拉着不让走，还调皮的给乌龟翻了个身。乌龟此时只想来个痛快，水獭可能也玩累了，咬住乌龟的脖子就拖到了芦苇丛。乌龟根本毫无抵抗之力，水獭躲在芦苇丛中吃得津津有味。